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第十三组是吴振华，他要带来的创作是一个空格的符号，然后花莲我，所以空格花莲我，掌声鼓励。各位朋友、老师，大家好，带来我这首自己写的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前事情有多认真，就像你说你换了刀，到过的每座城市你又了解多少，叔他原本还没自己的歌还没有写好，然后我叫他帮我，他就先帮我了。对，他自己歌还没有写好就先帮我。然后还有小马，对，唱歌非常厉害的原住民女生。
所以你是一个人来，然后在这里再找到可以一起帮你创作的伙伴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你可以说一下，就是关于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吗？这首歌，我写了三样东西，是一个是一年前我在美国环岛走唱旅游的事情，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月前我的感情的事情，然后第三个是这几天在这里听到看到的，然后把它变成歌词，对，谢谢。